四川队的男子团体的决赛，欢迎届时收看。漂亮。漂亮，分啊！战胜了张睿，战胜了冯亚兰。左来左打，右来右打的一种相持能力，在这方面呢，王曼玉占了优势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又形成相持。到之处才能得分，漂亮！不是很理想，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他和王曼玉在相持的过程中，是处于了。新的规则变化的时候，他其中讲到了一个。那就是2016年将出示黄牌进行警告，如果再次违反将被驱逐比赛区域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裁判员在指导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呢，在相持过程中如果不占优势的话，可以在节奏的变化上速度旋转的变化上落。又形成相持，一个后盾。一旦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可以把球挑起来跟你打相持，也可以起。单打的冠军和亚军。几乎没有希望。比如说打罚球抢攻，你的发球并不是很好，那你怎么去抢？3-3一旦过渡起来就形成相持，一成相持，王曼玉得分的可能性就比较大。你看又起来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面临着只能相持的时候，那就考虑，是不是在落点上，在旋转上，在弧线上，在节奏上变化强一些。主要的原因就是朱雨玲拿两分的几率比较高。漂亮。